听说去演 APP 能把自己弄成明星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先登录。登录成功。这是去演的界面哦。来寻找个 Lisa 的什么？就这个吧。来创造。找张正面照片。就这张，看看符合条件吗？系统检测。OK。开始创造。等待。成功。收藏起来。它储存在画廊里。看看效果如何。那如果成了金丝猫呢？如果变成很会说英文 ，Precisely, Prison Break. I hope you guys can help them. Thi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saving a life. 变成会变身的小魔女，火袋熊，让我来躲命你吧！炫光无法，躲命天女变身。长大成人会变身的大魔女。時空ドライバー。スクヨミ。変身。仮面ライダースクヨミ。スクヨミ。成了穿旗袍的女鬼。看见我了？嗨，第一次正式见面就管人叫妈。我是你妈，也得把你妈先摘下来吧，啊？鬼美啊！穿上汉服成了古代人。其中有个姑娘，眼睛大又亮，对你说什么？前路还漫长，怒火冲破胸膛，血腥的端庄，斟酌着开嗓，她好生漂亮，成了古代王后。我好，她不好使。我不开心，只要他好，我好或不好，我都开心。那方是真心喜欢。你有看到这几个 GIF 吗？他们都是被贴上了佳佳的面，他们也是去眼里的成品，就坐落在这里。选个自己喜欢的 GIF。还是选了之前的照片来创造。完成。收藏。完美。你以为这样而已，还有很多照片能创造呢。来试试变成世界名画。很不错的感觉。变成射手女将军。代价的那一天。如果成了剪刀手爱德华。如果成了文青男生。如果成了胸肌男。一个字，绝。